开箱特派员涂杰，今天很开心呢，来到了台中的梧栖。不过今天呢，我们不是要去海港，而是要为大家来开箱台中豪宅。不过今天不只有我而已，我们还有一个神秘的向导要为大家一起来开箱。Hello， 嘿，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台中的燕子市长卢秀燕。今天要带我们开箱的是这个梧栖的共同豪宅，对不对？是，这是我们台中市第五座的社会住宅哈。那它的名称叫做梧栖三名豪宅，因为台中盖的社会住宅呢，都是比豪宅更好的豪宅哈。那这也是全国第一座设在海线的社会住宅哈。哇哦！那也因此呢，我们考虑到当地的一个地理性，这海线呢大概都是蓝天白云、碧海哈，非常好的风景。那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在海边呢，有时候风会比较大。在整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把风引入，微风徐徐的吹来，你有感受到吗？很舒服，微微的微风比冷气还要舒服，因为这是天然风。其实我有注意到你们很用心，这个是用 PU 跑道的那个做的材质，设置的类似像 PU 的这样一个弹性的地板，那小朋友呢在这边跌跌撞撞的时候哈，才不会受伤。不过你们有提到说，像一楼公共空间，你们用的很奢华，就很奢侈啊，空间用的很大。没错，你们还有很多不同的单位也会一起来进驻，所以不只是大家住在这边，也是希望大家的生活艺术也都可以在这里。其实我觉得就是真的很用心在关心大家的生活，而不是只是让你住进一个建筑物里面而已。那今天刚刚有提到，我们还有很多的公共设施，市长我迫不及待了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好不好？好 ，OK。再来，我们到五楼的观海温室，也是梧栖社宅最具特色的共识菜园。社宅的住民可以重拾早年邻里共居共享的情谊，在温室里摘取自种自耕的蔬果，享受鲜采烹煮，谈笑共识，欣赏着梧栖夕阳的景色，享受与环境共好的生活。在这里最重要的当然就是门面了，这个门面的地方就是我们物业管理大厅，未来在这一边呢也会有专业的物管团队进驻，包含像大家收信啊或者是垃圾的处理，他们通通都会帮忙，不用担心。那么接着我们就准备来好好的开箱我们今天的房间咯。哎，涂杰，欢迎欢迎欢迎。两房27平的哈，因为政府盖的房子按照法律规定就要比市面上的便宜哈。在这个里面呢，所有的这个家具各方面大概都一应俱全，譬如说会有厨具，也会帮你装好冷气，然后另外卫浴也通通会装潢完成，另外还有床具。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贴心，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像新婚夫妻，他们第一次吵架就是在讨论装潢的时候，大家通通不用担心。像这个二房的房型的话，我觉得就很适合新婚夫妻啦，或者接下来打算要生第一个小孩的。对，但其实也有其他的房型，对不对？有，我们大概分14平以上，还有27平以上，还有38平以上的。14平的话就5200一房型的，那27平的话是8800起租，38平哈，11400块起租。很公平，一定会有个公式，就比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更大一点的话，那他会再加一点点钱。那当然根据每个人一个需要，你可以提出申请跟抽签。是，我觉得这边除了室内空间感觉很舒服之外，像阳台看出去的 view 也超级好。是啊，每个人的阳台也都很宽，我们也让大家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。那边有那个三井 Outlet 大型mall游乐园也很方便，很近。刚看我们房间之后，这边其实每一层楼都还有这样子的公共空间，对不对？他们在规划设计的过程当中因地制宜，每一层楼里面就有这种小型的空间，开放式的空间，你可以坐在这边看书，可以在这边野餐，你也可以跟邻居交流，你也可以在这边冥想，办小型的活动都很合适。我觉得在这边认识邻居是一个很棒的方法，同时其实也会很鼓励大家，是不是也可以自己来主办一些活动。我们不希望大家宅在家里面哈，那我们希望大家走出来有一个发想，这个发想每个里面都有种子户。什么叫种子户呢？一般的社会住宅或豪宅常常一房难求，很难抽，要抽签哈，比率很低。可是有些人他不用抽签，他就可以住进来。譬如说我在这住3年当中，我要扮演什么样的工作跟义务，我要办哪些活动，他要提出申请让我们审查，甚至我们会给他一点奖励金，会给他一点点工作经费哈，让他善尽好邻居。
带动这个社区大家互相交流、互相关怀的这样一个作用。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卢市长带着我们导览无期的台中豪宅，那欢迎大家呢在我们接下来为期一个月的时间之内，把握时间来申请入住喽。欢迎大家可以上台中市政府的住宅处官网或者是粉丝专页，里面有更详细的介绍哦。